资料图，大学新生参加军训。中心设计者贾天勇社，中心网8月30日电征对今后港澳居民是否可以参军入伍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今日表示，对香港民众的爱国热情表示欢迎，有关方面正在研究论证。8月30日下午，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，会上有记者问，今年清华大学要求2018级港澳新生参加军训，而往年这是出于自愿的。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？清华此举是否跟将来推行香港居民参军有关？吴谦称他本人也注意到清华大学的这个规定，具体情况应向清华大学了解。吴谦表示，关于港人参军，香港回归以来，香港市民对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了解和认识不断加深，一些香港同胞表达出参军入伍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意愿，我们对香港民众的爱国热情表示欢迎，有关方面正在研究论证。吴谦说，